心啊，又系 Abby 我个学习时间啦。喂 ，Hello， 你好。系啦，咁咧今日咧我请咗咧，哇，我哋嘅噔噔噔噔明星啊，有明星小巴 Johnny 同阿 Ray，耶，嗯，好啦，咁啊，不如咁啦，今次咧由阿 Max 嗰度介绍先啦，我要个名啦、岁数啦同埋个兴趣。Yes，好，你啦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Max 啊，中文名叫杨清风，今年8岁，而家读紧小学3年班。我最中意嘅运动系 rugby。哦，好，到你啦 ，Bell。 大家好，我叫石思希，我今年6岁，我最中意跑步。哇哦，好嘢，好啦，到我啦，我叫 Abby， 我今年5岁，咁最中意咧就系，喂，魔术，咦，纸笔咧，啊，出翻嚟，<笑>好啦，到你。 我叫陈海怡，我今年6岁，我最中意嘅运动就系游水。游水耶，好啦，到你啦。Hello， 我叫海林，我今年7岁，我嘅兴趣就系溜冰。溜冰，哇，咁啱喎，呢度Mega Boss嚟喎，下边有个溜冰场，我一阵可以试下。好啦，咁啊 ，Abby 哥哥咧，除咗今日咧，系啦，睇住呢支笔先。好啦，3、2、1，出翻嚟。3、2、1，咦，冇咗嘅，去咗边啊？出翻嚟，系啦。咁咧 ，Abby 哥咧今日咧唔系教魔术，今日咧教大家咧可能好多小朋友咧都好惊嘅样嘢，就系啱晒啦。佢讲埋我个说话啦，就系数学。清风，你讲个数目字俾我听下先。25啦，好，25啦吓。就海林啊，海林，你讲2个数字俾我听啦。 你今年几多岁先？哇，85啊，又系咁大嘅，嗱，不如我哋减翻一半啦，就当系42咁先啦，好唔好啊？咁啊，42啦。好啦。唔系得几？呢个二字嚟噶，系啊，25乘42，乘咯，交叉。系啦，点解咧？因为咧，你系咪 K 3啊？系啦 ，K 3仲未学乘数嘅，但系K 3一阵都会识乘数噶吓？点解咧？ 好啦，25乘42，通常咧学校就会教你咧25摆喺度，42摆喺度，咁跟住加个0落去，咁跟住相乘啦，乘完之后咧，咁啊得出个数啦，咁样。咁咧今日咧 ，Abby 哥哥咧就会简单一啲嘅，唔使咁样搞嘅。咁啊，只系需要咧学识得画公仔就得噶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开始画公仔啦。咁25啊嘛，25嚟咯。咁我哋首先咧就要画几多条线啊？2条。啱啦，就系2条线。 咁啦，1条，2条，咁5咧画几多条线啊？5条。系啦 ，Johnny 都识答啦，就系5条线，1、2、3、4、6，系咪啊？5嚟嘅，5嚟嘅。好啦，4画几条线？4条线，咁喺呢度画4条啦。好，1、2、3、4，好啦，2咧画几条线？ 2条，2条线，好啦，画2条线。哇，而家积咗个网出嚟喎，咁咧我知道咧识得加数咧，咁我哋就会好容易噶啦。好，咁我哋开始啦，搵支紫色笔啦，我哋数下交汇点系几多。嗱，呢2条线咧其实应该用第二颜色去画嘅，咁大家就会睇得清楚一啲啊。好啦，嗱，我哋数啦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0即系10啦。 OK，10，我哋分开嚟画下先啊。好，到中间有几多交汇点咧？1、2、3、4，下边咯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，24加1即25啦。好，25。OK， 好啦，到呢度有几多交汇点咧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哇八。 8加20即系话咧，呢个咧乘数表乘翻出嚟就系10050啦，噔噔。好啦，系啦，巧儿咧就有秘密武器个原来收埋咗啊！好，个秘密武器咧就系嘣嘣嘣嘣入部计数机。好啦，海林啊，你帮我揿一好唔好啊？25乘42，25。 乘数乘系呢个，系啦，耶！好啦，各位观众，噔噔噔噔，1050，哇 ！Abby 哥哥冇计错啊，唔系 Abby 哥哥犀利，系呢个算式犀利。不如咁啦，大家试一试啦，好唔好啊
好，我哋咧就可以用到手臂。哇，喺咁唔得啦，收埋佢先，收埋個秘密冇佢先。嗱，唔使驚啦，因為咧 ，Abby 哥哥咧一陣間咧想各位咧試一試好簡單嘅數啫，就唔使畫咁多條線嘅。好，俾你啦，俾你啦。好，攞住。我哋不如咧今次咧就簡單啲，21啦。我哋寫個21喺個角落頭度先。21乘 max 21乘。12啊，好冇？廿乘12啊，咁啊非常之簡單啦。好啦，嗱，跟住 Abby 哥哥咧一齊畫線啦。好啦，我哋首先咧喺呢度畫兩條線先，一、二，好似 Abby 哥哥咁樣畫兩條線先啦。咁樣得唔得？啊，唔好咁大啊，咁大啊，得。系啦，咁跟住咧，二字我哋畫咗咯喎 ，OK？ 咁跟住我哋畫個一咯喎，一咧就畫多一條線，一喺度。離遠多少少係噶啦，唔係咁遠。啱曬，我哋繼續啦。咁咧，我哋咧首先咧就畫一，畫十二啦。咁畫咗一個一先，一喺呢度畫，喺呢度畫落去，啱曬。喺呢度畫落去，呢度畫落去，呢度畫落去。咁二咧就喺呢度畫落去，呢度啊，啱曬。係咪？嗯。好啦，大家應該做到咧咁樣嘅效果嘅嚇 ，OK， 耶，咁好啦，咁我哋開始計數啦，咁啊計數點樣計呢？好啦，數雙交點啦，好，好啦，首先咧數右手邊先，有幾多雙交點啊？一、二，咁即係寫個二字喺度咯喎，寫個二字喺右手邊先，好啦，到中間有幾多個雙交點啊？我哋一齊數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個字喎，點會七個啊？咁樣。哦，嗰個唔係中間嚟嘅。好，寫翻個五字落去。得。係啦，五字。好啦，最左手邊有幾多個雙交點啊？一個、兩個、兩個雙交點。係啦，答案咧就係二、五、二啦。好啦，又攞個。秘密武器出嚟先，今次咧阿 Max 你幫我撳一撳計數機啊，21乘12等於，嘣嘣嘣嘣，各位觀眾係252，哇，犀利啊！係啦，用呢個方法咧，小朋友咧就可以咧，當然啦，秘密武器要收埋啦，咁你就可以咧咁樣咧就已經計到一個好複雜嘅算式出嚟啦，就算你三位數都好，都係可以咁計嘅。好啦 ，Johnny 你學唔學得識先？耶、yeah, ！我哋學得識啊，係咪啊？第時咧考試咧，見翻 ，sorry 啊，就考乘數表咧就可以好快噶啦。好喺呢個時候咧，就要同觀眾講聲咩啊？拜拜啦！一、二、三，拜拜。